上东张西望什么？我看有没有张贴证人信息的店家。你想找工作啊？对呀，我想要补贴家用。你可以试试看上人力银行网站，上面有为新移民服务的专区。如果我想要找短期工作，也有吗？当然有，可以从兼职找起。兼职跟正职有什么不同呢？兼职通常工作时间比较短，上班时段也较弹性，薪资是用时薪制而不是用月薪制。台湾的时薪月薪是多少？台湾政府有规定，基本工资时薪是115元，月薪是19273元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管是正职啊或是兼职，公司都要帮员工投保全民健保和劳工保险。好的，我会注意。我们也可以善用自己的专长找工作啊，像我有朋友就当家教老师，教台湾人说粤语呢。哇，听起来好棒哦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学学刚才影片中出现过的华语生词。真人，真人，真人，人力银行，人力银行，人力银行，兼职，兼职，兼职，正职，正职，正职，时薪，时薪，时薪，月薪，月薪，月薪，全民健保，全民健保，全民健保，劳工保险，劳工保险，劳工保险，基本工资，基本工资，基本工资，家教，家教，家教。刚才影片中的华语生词，现在都学会了吗？学好华语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上、职场上和别人的沟通更加顺利。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